这是是美女美女。来，跟你出下镜，兄弟。大家打个招呼。他现在三个路人就是。大家好，你弟遗传你妈。对，我弟一米八。哎，我他妈太丑了吧！我感觉像没事越南人一样，他妈的像越南人。你这个发型要换一换。我知道，我自己剃的。因为现在越南人他现在喜欢那种把两边剃光，然后中前面留很长。对。我是自己剃的，随便剃，妈的。没注意形象是吧？这个白衣服的女生很漂亮啊，皮肤特别白，对对对，腿也很白。但是你一直嫌弃她比较矮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还可以。因为我是生活在北方，所以一米六以下的女生我都觉得矮。你知道我妈多高吗？我妈一米六八。可以很高了。是啊，就是很高嘛，我妈只比我矮一点点。在我们那里，其实身高低于一米六的女生很少。不像这里，你看这里到处都是一米六以下的。我们北方，我知道，一米六以下的女生属于很难找到男朋友的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就是只有在我们那里，只有就是你比较穷，或者是实在你条件太差，你才会找一个一米六以下的女生做你的老婆。对对对，很看重的，家里父母长辈。对对对对对，很我们都找北方啊，找对象，他们比较看重女生的身高，如果只有一米六都算普通的矮的了，一米六以下基本上对影响后代，因为北方女生对男生的要求也高。你说你老婆矮，你的后代高不到哪去，对吧？然后你生个儿子长一米六几，找对象都找不下。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中国女生这么要求的，不是我说中国男的矮找不到对象，是他们这么说，他们这么要求的。是啊，他算是很高的了。比你看比旁边那两个高一头。对。所以这个学校我发现有男朋友的女生怎么说呢，要么是比较漂亮的，要么是有高有矮吧，比较高的。你看这个就对，他很高。有高有矮吗？这个他很高。对，有高有矮。这个有大概一米七了。对。很漂亮，比较符合我的审美吧。苹果手机拍，对，苹果手机拍。我 4K 高清，那是真的 4K， 安卓的他妈的。对，这个是那个真实的。最真实的。这个楼是干啥的？我都不知道。办那个活动。活动。是举办习俗。叫你们把它叫白宫啊。我最牛逼的，最牛逼，我是白的嘛，白色。A 一。哎，其实。这个手机它拍照也不是，也就那样吧。你看，放到三就放不了了。我那是还能放到五，妈，这放到三就放不了了。你要的 Pro Max 就好。哎，这 Pro Max 大，我感觉也不是很清晰啊。这个苹果手机。对呀、啊。还可以，一般般。是啊。这黑色的我觉得挺漂亮。都不高，一米五吧，最多一米五，一米五五吧。那你说你是说要高的，现在我是说长相还可以，我没说他，我没说他很高，他不高，苗条，长相可以，苗条就行了。对，但是可能不在我的审美范围之内。我跟你说，那你如果做我女朋友，我可能不会同意。可以，也是，这个也确实带不出去的嘛。有点矮，有点矮。就光凭脸蛋嘛，确实可以，就是。